你有多少经验？怎么说呢，就是练过，跟之前我教练练过一段，练过几次，然 后练过几次。对，哦，你是零基础吗？就是跟他练的时候当然是零基础。哦，是零基础，差不多就是、一些东西基本上都了解了，但就是有可能还是没，就看得没那么熟练，加上就是我之前一直在练，就是在那种，我是他是先开去 USC 的那种比较偏僻的、就比较偏僻的那种街道，然后我就只是在街道上，然后、然后对，就是先那边基本没有车，然后就是我开出去以后就开始练、右转左转右转左转、就是这样的。居民区有开吧，就是开着居民区。 OK OK， 就可能没开过这样的道。哦，没问题没问题，那我就继续谈，继续教，好吧。行，就是我有大半夜在外面开过，但是就是据我朋友的说法，就是有点吓人。真的？就是 OK， 一般都是转弯不好了。我就是纠正。就是我可能我现在就是换挡的时候，就换道的时候会不太，就是有可能脑子做不到那么，就先打灯看再换道，这个事情有可能脑子都没那么。OK， 没问题。我们来开始。对，踩着刹车启动，左下，它有一个嘎哒声音。啊，重新来。好。我们要快速起步。回头，对，亲自回头。那你觉得大概学了多少节课？大概需要学几节课吗？不，你之前学了几节课？学了两节。才两节？好吧，没问题。一节两个小时吗？好，前面有 stop sign 啊，我们进到居民区来了，我停一下车，然后去观察左右，然后去打左灯，你让他先走。好了，然后你注意看怎么转弯啊。嗯。第一转。走，加油！这你手法太厉害了，就是太使劲了。啊，太使劲了。嗯。好，再来一次啊！左转，手动，开始曲线，对，辅助不动。好，回来。好一点。OK， 你再来一次。你这个是别的教练教的这种手法，好，看着路，走走，扶住。其实这还好，你回手，当你回再打一把的时候，你俩手不要拿左右，可能一个手停在上面，就接一半，这样你会小打一点。知道吧，如果你油门大的话，所以就是打大一下然后接一把小的。你现在自己动一下手，原地打。不不不不不，你就正常刚才打，你现在你先打。不，你就模拟打一下。就这样。不不，你真的扭方向盘，扭方向盘，对，这一把。不。这一。动。这比刚才更夸张，我就说你刚才已经打大了，你这更夸张。我刚刚比这还夸张。对啊。好，左转，走，走起来，你俩各不相干。你要这样打。其实你这个手啊，扶在上面。在这儿。对，你懂吧？你这个手要会挪动，就是挪小一点，你原地停。好 ，stop sign， 看刚遮住线就停。实际如果你个儿高，你还是能看到的。那就按这个啊、你打左灯，然后你眼光要往那个白线上看，眼光斜的，知道吧？好，就走。要现在踩点，其实现在踩点油门，然后松油门，对，然后这样松。打，扶住，你看不要使劲儿，所以是小把嘛。然后油门可以大一点了，这是油门又太小了，所以你要注意。你把着以后，你就有一种就是我可以加油了，就是很安全，我可以加大一点，俩手扶着，不能单手。你的因为是零起步，你先打灯，你这个不打灯不行。你先零起步嘛，你就先加油嘛，加到中间就松了，要维持这个速度。加到中间。对，看动，把油门松掉一点，你手不要那么使劲儿。就是手脚配合，对对对，你现在用松手来表示可以。
来打左灯，走，开始走。你这个不走，他就走，就这么走啊，看左边。对，动，扶住，把油门松掉。这个是快了一点，所以一时快一时慢，所以你要调节。嗯。好，我们起步走，眼睛看着。嗯。对，松，走，扶住。那个时候赶快回来，这个大了，你这个行为慢了，他就往这个口。你这不是因为你倒慢了吗？再来一次左，看，使劲儿，对，不动不动，加油，这反而油门慢，你看这会过来了，有感觉吗？每次不一样，就是还在每次的探索中。每次不一样，就是，对对，每次都不一样，就是你还没形成一个固定的，一会儿油门大了，一会儿就手快了，有时候那个中间位置不对，就这三样，知道吧？嗯。OK， 开始走，开始动，松油门，扶住不动，看，所以你把在上面是最好的，对，慢慢回来，这个手啊会调整一下。要调整一下，走，扶住他，对，加油，松油门，他是油门啊，是一加一松，一加一松的节奏，一加一松，对，你直接跳开他，有垃圾桶，好，左转 left turn， 你左转不更滑太阳吗？没有，总要看一次，左边右边，对，这个路大一点，走。动啊，扶住，拽，再往下拽，就是你不要加油拽，你看这晃了。我要你真的拽的时候，你油门放松一点，所以你要看你是这次是过头了，过头肯定要往里拉呀。所以每次你现在在探索了吗？好，继续我们这个左转，这样。好，好一点。人要等这个人。Okay, 走，快走，不让他，你看他都不停的，走吧，松油门，这八 ，OK， 抽回来加，直线，保持这直线，这就好了。你俩手护着这个方向盘，就感觉很安全，好吧？那个好，继续，直接就继续左转，灯，你这个灯老是晚打，我们一直起来走。慢慢松油门，扶住，加油，再推，就是一直连续。你中间有点停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办，你就让它呼一个劲儿，就是缓和的，或者用一个匀速，啊。不要加油门。对，其实就是说你完成了这个以后，你会觉得转弯特别慢，因为是零起步。嗯。你懂吧？它不会像他们国内的，就是拐弯的时候加油。过弯不加油，知道吧？可以走，不要管他，走，动，松油门。你看，这还加油，这，反正有车，你还加他干嘛？你不是，你踩一脚再松吗？No， 你让他先走。OK， 你往中间多走一点，对，走，对，扶住，那个时候加油。你这是完全油门慢，但是很标准啊，是很正啊，这是一个慢动作，知道吧？哦，是吗？哎呀，油门！你零起步，直接加油，使劲儿，对，看松，这已经突破那十了，就是你零起步要快一点，如果你零起步太慢了，你拐弯又更慢，所以你整个就也就是不大对劲儿，不是正常速度，知道吧？来打左灯，走，就好像直线直接起来一下，对，动，打，扶住，对，不管回，然后油门也松一点，因为这是人。这不是我上次开那个禁运区，这个是标准的大了，就朝旁边的车去拐了，扣一分了。这样也扣一分了。好，再来啊。
啊，加油啊，动。反正你方向的复位是对了，知道吧？复位你看，就是说你原来是很夸张的，就是一把大两把大，我说一把大一把小扶着方向盘，然后让它回转，我教你这个姿势对了，然后你这个拐弯的，然后配合这油门慢一点，知道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在二次停车的路口，就是慢慢溜出来，不要动哦，不要动哦，告诉你是二次停车吗？走，快打！方向盘比刚才那个四个 stop sign 的频率会快一点，对吧？因为你出去一半了路。好，打左灯，这一次直接转弯，就像刚才一样，先减速，减速，再过一点，抖，扶住，扶住。哎，这个，你要把它拽到这边来，你看这边要靠车了，对不对？把它拽过来一点，你不能就松了。再坚持一下下，这不是二次停车吗？是吧？触到这个，就是说你目前现在这个车头已经出去了，是剩下就要动手拐弯了，是吧？嗯。不要先加油，应该是油门很缓慢，先动手。啊，走！哎呦，还有一个，就是你又前进了一步，看见了吗？嗯。越来越近。走，现在走，打。所以你不能先加油，知道吧？不能加油，不能加油，就先动手。啊，注意你没有 stop sign， 跟着他这个车转一样，打左灯，到中间先减速，轻轻减速，保持速度。对，滑，松油门，对，扶住。哎，就用刚才的方法，停车转弯的方法，完成了直接转弯。了解吧，看到了啊。我车快了，这算了。对，等了一下，然后手动走，打下来，不加油，回来，全力加油，明白吗？你这跟那个左转一样，你是手动一点，油门轻一点。对，右转走。接住这小吧，对，扶住，对，缓慢起步，或者你有信心的话，再大一点力什么的，就持续右转。这是一个出主路的右转。嗯，停车处。哦，够，跟他尾巴走，拉，扶住小一点，因为你发现了这是自行车道。要撇开它一下，好，起来，跟上，然后前面有绿灯右转，绿灯打右灯，然后自行车道打灯刹车。不是，你要现在转右转。对，前面是右转哈，打灯减速，回头，不要靠进去。你看我踩着你了吗？好，我们继续练习右转。好，四个 stop sign 直接走下来，松油门，一样跟左边的手法是对称的，好吧？好，再右转，减速，靠边一点点，45度。对，哦，你看这儿发现了有一部车停在那儿了吗？敢不敢？走吧，往前走一点。不，你手还是要歪着的。嗯，这你以歪为直线，所以斜出去，知道吧？歪着方向盘，往走起来，走。对，开始打，已经过去了。对，不要回，夹抓住。你这个回手，你要就是有时候你会停住它，知道吧？不是全回来，嗯，你看路要关心路。路直了，你就是它是歪的就歪的，然后再慢慢的纠正，对吧？你这个自动弹手，滑下去了。不是，这是一次。哦，这是一次。好，走吧，使劲儿，加油，哎，动，已经过去了，嗯，
这已经挑过去了，反正绕开这车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没学过吗？没学过。绿灯左转出中间等，这是个单行道。出中间。嘎，走，拐，收。对，把油门松掉，垂直好，走，加油，行吗？嗯。就出到那个黄色那边了。